中信兄弟下半季卡位 A 段班，蔡奇哲、吴俊伟、吕彦青、牛棚胜利组角色吃重。结算到22号赛前，蔡奇哲平均防御率3.03，累积16次的中继成功，排全联盟第二，紧追队友小黑。蔡奇哲认为近况还 OK， 但不到特别理想，有不少的细节需要努力。节奏吧，对，有时候投球会太赶，然后就是节奏就会跑掉。其实不顺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很着急，然后可是慢慢的就是学长教练团，然后都给我一些建议，然后让我一步一步的慢慢的从那些不顺不是我属于我自己的东西给就是什么多做错误的东西给矫正回来。蔡奇哲2020年开始转任中继后援，过去先发底的他更耐投是一大优势，因此比起需要团队攻守众多细节才能顺利进账的中继成功数据，他换个角度来制定自己的年度目标。我没有太在意角色的定位，就是把自己调整到最好，然后完成教练给的任务，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投中继，我给自己的目标都是，如果健康的话，一年要50局，对啊，这是我自己的小目标。然后就是防御率那些，就是能低于联盟平均就好。假如遇到问题，蔡奇哲习惯当下就和捕手搭档讨论，加上教练的建议马上解决。去年曾经碰到球速吹不太出来的困境，认为今年目前丢起来都算顺利，也期许每次登板都能完成设定的任务。 YTV 台第一黄桦君采访报道。